从前，有一个失去记忆的小女孩，生活在一个神秘的屋里。有一天，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似乎有谁在叫唤她。一切都没看见，没听见，只有冰冷呼吸。梦幻重生的宇宙，高山起的尽头。谁是不想看见，不想听见，不能让你的结果。看看你看的日子，是用加速车。深藏几个敏感，不信光和地上的两人是你破碎的真谛。谁最执着，谁最嘲笑，谁最优秀，谁最糟糕，谁最迷惘，谁最尖叫，谁最狂妄，谁最烦恼，世界上在晕倒。看出燃烧的人间多可笑，谁会在最后的一个暗号，来吧的梦境的小女孩摆脱了魔女纠缠，找回了失去的记忆。她想起了妈妈，想起了哥哥，想起了曾经心爱的玩具和漂亮的衣服。从此，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这是真的吗？